大家好，今天是11月14号星期二。看回隔日方面，北水南下的资金约莫净流入都有成50亿人仔，今年以来最多的，证明港股后市其实个市底都不错。要值得留意的是，就是700腾讯就业绩之前就开始有资金炒作，反而手机设备股好像信宇、瑞星这些开始有点回吐，投资者就要先行考虑是不是要获利先了。